全都不好了！我们的敌人要去见祖先了！大雕雄武，把你的拳头举起！把《西游记》给净明。 大雕雄武，恭喜帕拜西游记的净明。 这叫废物利用。
的怒火无法度量。让他们尝尝魔能。不，等等。这就叫废物利用。有很多的骨头可以啃了。有同学知道西奈萨拉在哪里吗？生命、成长、快乐与朋友。一定是这边。有很多的骨头可以啃了。水火，水火。副作用当然没有。小种子也能立大功。有同学知道西奈萨拉在哪里吗？水火，水火。烧脑袋，我们渴望复仇。
天知道我们会发现什么秘密，请问能收拾一下吗？副作用当然没有。请问能收拾一下吗？闲闲就是我的筹码。最后一张牌了，希望是张好牌。闲闲就是我的筹码。有什么麻烦吗？知道我是谁吗？让我来告诉你。